就走了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听你这个南京人的。我不知道。那没事儿，要是不知道去哪儿，那就回家。不，我是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啊？那你平常都在哪儿约会啊？我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平常跟朋友都是在哪儿约会，去哪儿玩？我没和朋友去哪儿玩过。你朋友平常都不跟朋友出去玩，你就自己在家待着。哎，那今天你就跟朋友一块唱歌吧。行。哎，唱一首卡拉 OK。老板，有没有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？有。真的、啊？给我点一首，给我点一首。哎，老板，来两个地瓜。哎，好。多少钱？2块钱。好。愿意不要变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。高个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。觉得会的，拍拍，因为我们带啊，拍拍你头啊，拍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就买货的。哎，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买货的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走，头被你打了，搞什么家伙啊？看见山鸡有什么用？你泡着还不是比我们电视晚一步啊！哎，行，你少说两句，确实是我们失误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有收获了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那俩鞋头上有武器，我根本就不怕他们。什么呀？
你怂不怂啊？我怂，怂！我要不是为了保护机器，我能怕他？我能怕他？行，那报社的懂吗？其实清远说的没错，你一个姑娘自己一个人采新闻，你要注意安全，该跑的时候就要跑。我姑娘家怎么了？那我身为新闻人，我不就应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反映问题吗？我是担心你。这，再说了，这死人可就看不见东西了，更说不了话了。知道了。行吧，下个月初有空，咱们再过来吃饭，不行的。这次饭你去，我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请客，我不吃。啊？姐，嗯，我明天想去逛街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我跟一丁约好了去看电影。哎，二哥，那你跟我去吧。嗯，你陪我逛街，然后我们一起看个电影。睡不了，我得看电影。你看什么电影？就饭店吧。还去不去？我还不跟你去呢！我要跟你去，到时候人家以为你是我男朋友，那我就亏了。那你自己一个人去逛街？嗯，一个人逛街怎么了？谁规定不能一个人逛街？我一个人更自在。漂亮衣服，漂亮人，只要有好看的东西，就都开心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没事了，别在外面瞎跑。投过去。嗯。你明天和一丁出去啊？啊。去看大撒把，我就知道，我想看的也是这个。带你去。你看什么看？在家里边多看看书。哎，一共多少钱？71，收您70。哎，哦，我来。哎，我来。哎呀呀，我来。不是，说好了我来请的。上次就是你请的，还吃了那么多，怎么能让一个小姑娘总请客呢？我不是那意思。啊，那男女平等，这次你来。行，哎。尼古，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看电影去吧。大撒把。你也想看吗？算是吧。走，那边。你本来是可以把我留下的，我还想再看一遍。你这么喜欢这个电影啊？啊，喜欢啊！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就喜欢反复回味。你就好比我喜欢吃烤地瓜，我就能连着吃3次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电影的风格、台词，有一点像你的感觉。像我的感觉？啊。我倒不是喜欢他的台词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女主角最后肯定是想让男主角挽留她的。可是女主角真的留下，她肯定会后悔的。她出国，长远来看，对她是好事儿。可自始至终，我都不觉得她能出国。她一开始出去，是为了和丈夫团聚，在这个过程中吧，她这个初心就淡了。人是被潮流推着走的，在那种潮流之下，谁不想出国闯一闯、看一看啊？只能说有的人敢说敢做，有的人呢，只能空想说酸话。你怎么突然这么气愤啊？本来故事嘛，就是一个人一个看法。这电影看得让人又哭又笑的。你喜欢吗？虽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，
但是感觉挺温馨的。男女主角没在一块儿，还温馨啊？但是他们都被留守在了国内，觉得孤单的时候可以相互陪伴，这还不温馨吗？我觉得比搭伙过日子让人感动。要是他们能在国内一起生活就好了。不好，那样就太牵强了，因为男主角没有勇气留住女主角的。要是你，你会挽留吗？嗯，我不太确定，我大概也不敢吧，但是还是希望对方能够留下来的。你想啊，如果男女主都留下来，在一起，一起生活，一起照顾孩子，吃喝拉撒，过年还有个伴儿，但这样想，又有点不太真实。不过挺不错的。欺负你啦！干嘛？你不能这么睡，起来！感冒了，快起来！起来！醒了，这个王爷爷，你说你们吵架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这么大雨让你一个人回来。没有，不怪他，还替他说话。你以后不许再说满脑子只有谈恋爱了。看你这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。给你暖暖手。小的时候都是你照顾我。现在倒好，还让妹妹照顾你啊，姐啊，你有不开心的，你就得发泄出来，你不能老是憋着，你发泄出来就好了，好好的生活，气死那些坏蛋，不能因为碰见了一个人，就让他毁了你的人生。小慧，那个屋里的货我点完了。哎，谢谢强哥。
是我们今天新到的款，试看看。躲什么躲？凭自己本事干活又不丢人。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饭店吗？啊，我三立。我常听麻雀儿说起过你。我不是三立，我是四美。这么多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没认出来。衣服随便选，算我牛哥送你的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谢谢牛哥哥了。选吧啊。差不多行了，占便宜都占到这儿了。这个好看吗？不好。牛哥哥，这个也可以吗？乔哥哥，你这杯子里装的啥茶？九曲红梅。小哥可以呀，啊，到底是有儿有女的人有福气呀。你说你都听心了，小日子还过得这么滋润呢。我养他们小，他们不得养我老啊。大徐啊，你这也喝啥茶？大方砖。最近睡得少，不喝点茶撑不住啊。哎，老徐啊，上一次有个事儿，我就想问你啊，你这两年忙活什么呢？我感觉你整个人气质都变了。瞎忙吧，自己做点生意。你要真有什么赚钱的好路子，也带带我们呗。哎呀，朋友之间不谈钱，谈钱伤感情啊！来来，打牌打牌打牌。行行行行行，跟谁了？跟你。三立，咱们俩已经好久没有一起骑车下班回家了。我也不敢跟你说话，要不是你今天主动约我，我今天约你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啊，那咱们边走边说。我们分手吧。咱们为什么要分手啊？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改行吗？我一定改。我有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。我说的话和做的事，我回到家之后我才想明白。你别跟我分手行吗？你没错，一定。你是个好人，你没做什么错事儿，是我的问题。所有的事儿都是我的问题，我不能连累你，对不起。你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明白。你越这样越伤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都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。以后每天我都自己回家，你也不用再等我了。四美，这不是忙有对象了？没对象啊！哎，四美穿这么好看，给谁看呢？给我
自己看。真三丽叫出来了，我想跟他聊聊。不行。乔思梅。哥，你回来了。你给我穿的是什么？啊？这不是内衣吗？你现在穿这个就上街啊？对呀，这叫内衣外穿，现在最新潮的。我不是卫道士啊，我也不是老古板。女孩子想穿好看点也没什么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给我端庄点。少穿这种奇装异服招摇过市。怎么就奇装异服了？人家现在国外的人都流行这么穿。我才不管什么国外的人，我就管你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的钱买这衣服？你是不是又去找齐卫民借钱了？没有啊，你要送给我。乔思梅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。这以后我找男朋友，肯定找一个长得又帅、眼睛又宽的。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见心勤胆，起码不会因为我穿的时髦一点，就在这大惊小怪的。那叫见胆勤心。你回去把衣服给我换了。换。这一定让你见笑了。没有，我走了，三丽快回去。大哥，其实三丽跟我分手了。事一定小心点，大哥现在特别吓人。大哥，葛木森，要吃人啊？那你还给我，偷我钱呢？我偷你钱？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偷你钱了？我藏钱的时候你看见了，我知道是你，你怎么偷我钱呢？老子用儿子几个钱，也是应该。爸，生活费我给你了，那钱是我辛辛苦苦存的，我存了好久的。爸，你就把钱还给二哥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告诉大哥，让大哥评理了。告诉你大哥，整科你大哥就下班回来，你看看乔二强，敢不敢跟他哥明讲，你存钱到底要干嘛用？再说了，乔一成什么东西，我送我养的，我怕他个猴脑梭子。你要讲我也不怕，哎，要讲大家一起讲讲清楚呢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这样冒失了。我喜欢三丽，就是很喜欢很喜欢那种喜欢。我不想跟他分手。这三丽不是跟你闹别扭，她是在和自己闹别扭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呀，就是女孩子害羞嘛。你以后你要更主动一点。啊，你别自责，弟兄们，跟你没关系。明白了。小二强，不要以为我不晓得你把钱啊要干嘛用，你休想再去到外面找那个老女人。我劝你啊，趁早收了那份糊涂心思。徐等，乔乔。啊，那个二哥他们饭店调班了，他去帮忙。调班？嗯。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乔思梅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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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
我来，我。哎呀，来。在吗？我是，你是乔二强的家属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是他大哥。他怎么了？把人带回去之后，好好教育教育，下不为例啊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谢谢。你站这干什么？啊！你给我滚进厨房，把浑身上下给我洗干净了，要不然不要进这个家门。真丢人现眼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还犟什么？还想耍鞋头？进派出所有理了是不是？嗯，你还跟我犟上了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不服气是吧？不服气给我滚，给我滚！我晓得你看不上我，我晓得。啊，想让别人看得上你，你得自己争气。你看看你，学习学习不行，工作保不住，成天跟那个麻雀眼小混混混在一起啊，这就有本事了是吧？哎。你是不是非要等到混得吃了牢饭你才能安生？我没有混，我也想好，我也想做正事，可是我有机会吗？我没出息，是我没出息。我也想有出息，可是我有办法吗？没有，我试过这个，试过那个，但是不行，每一条路都走不通。我想做的事情做不成，我想要的人我找不到。你觉得我丢人了，你就撵我滚。我去哪儿？啊！你有文化，你有本事，你给我指条路嘛！你这么大声大气想干什么？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？你照镜子看看自己啊！你看看你像谁？从小我就看老头子从派出所里出来，我不想你也变成那样。3岁看大，7岁看老，那个牛爷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孩子。我可听说啊，那家伙走私的衣服好多都是从太平间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年轻力壮的，偏做这种亏心买卖干嘛？对，要我说，就应该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。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妈，这年头，靠工资哪里够啊？这要说赚钱的诀窍呀，还得问问徐哥才对呀。你不要瞎讲啊！哎呀，徐哥，你呀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有什么好事带带我们呗。啊，也没什么诀窍，就是搞了点集资啊。集资？怎么集啊？我能弄到盘条，只要一转手就能大把大把来钱。那我们能不能一块跟着集点啊？这靠工资这要穷死了。对呀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
这我们公司总经理才能做主。你们还有公司啊？那当然了，你做什么买卖都得需要个组织吧？啊，你摆地摊不需要组织，那也挣不着大钱。嗯嗯。打牌打牌，不说了不说，打牌打牌。哎，谁？刚才还在一起，转眼就不认得了。哎呦，我的乔哥哥，人吓人，吓死人，你知道不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你怕什么？那乔哥哥敲门是想干什么？我又不是鬼。安全带，安全带，上面上面。你把窗户打开点吧，省得一会儿晕车。怎么样，音响不错吧？啊，你知道广州人管兜风叫什么吗？叫有车河，哎，游车河。哎，我一到那边去啊，就有好几个朋友带我游车河。老徐，说着玩的啊，你们那个集资的生意啊，能不能也带带我呀？哎，帮我接一下。哎，下面那个，那个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哎，刘总啊，哎，你好，刘总好，刘总好。哎，我开车呢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好哎，好哎，刘总。哎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到时候带报单去找您啊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乔哥哥，你这命好啊，刚好新来了一单生意。那算我一个，咱们一起喽。哎，哦，注意安全啊！回去等我消息啊。真白哟、啊！我怎么回家呀、啊？二姨，最新的言情小说，这些进屋自己拿去，在那最上面呢，别翻乱了。嗯。不许拖着伞，你不怕变丑啊？现在初中的题都已经这么难了。嗯。明哥哥呢？最近怎么没看见他？阿哥和心雨姐姐最近订婚了，比较忙。恭喜你，二姨。什么？明哥哥不是要订婚了吗？哎呀，我觉得他早就应该办酒领证了，还拖到现在。哎，年轻人啊，还是先拼拼事业好。是呀，现在我大哥都说要晚婚。你大哥在电视台怎么样啊？那儿漂亮的女孩子那么多，他没谈一个？没打算那么早成家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那么早结婚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这种事儿由得你想不想？你想拖累他呀？一成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谈恋爱了。这什么年纪呀，就该办什么年纪的事儿，该学习的时候学习，该成家的时候成家。大哥那叫以事业为重，再说了，他
他们那个总编特别的器重他，还说要给他弄一个什么新闻专栏。那么忙哪有时间？周末还得加班。也行了，你别老拿什么工作忙没时间给你哥找借口了。我们星宇说了，啊，会生活的人那是懂得把事业和家庭兼顾得很好的。我说的对吧，老马？我赞同。想不到淑芳这思想还挺开明的。二爷，我先走了，那个书钱等我结了工资再给你。你有新书叫我啊，我走了。看车，跟他爸一样。吃瓜呢？你顶着个书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在上面吓唬人干什么？这里面有钙奶饼干，小棉花最喜欢吃了。以前我老偷偷给他夹。要是找不到了，不就浪费了吗？饼干平时你连我们都舍不得给。哎呀，那还便宜，这样干找抢吧。你说咱们这儿，重重院子，窄巷连着窄巷的，用眼睛找，看瞎了也找不到。大概再也找不到了。猫这个东西和人不一样，猫是有灵性的，它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儿，没准儿它过两天在外边玩好了，小棉花自己就回来了。无所谓吧，反正从小到大我喜欢的就都没留得住。你也别这么说，一定还会有新的缘分的。你刚才干嘛？你看看这个，我要不要去考考这个？招聘啊。要求女，18到28岁，本市人，身高1.6米，形象气质佳，性格开朗，吃苦耐劳。这不说的就是我吗？你可以试试。哎，那你说，从小考试的运气就不好。